继续画硕果这件作品，上次提白了硕果的部分，今天要来继续照染，还有加一些影子，选个音乐，那我们开始吧，先来调油。来一两滴达玛凡尼斯，亚麻仁油，用来画阴影的熟褐色。再来一点群青，背着降低彩度，天气很冷，盖子打不开，稍微泡一下热水。就可以轻松转开了。是一块蕾丝布，来画一些影子，加深背景。
亮黄色。染一下这个小树枝，树果上次提拔后彩度变得很低，来染一些亮黄色。
这个瓶子。完成，现在背景的暗面都上去了，下次来画背景这块布，清调色盘。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我。如果想看更多作品，影片下面的资讯栏有线上一栏的 link 哟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